冬天来了，大家在出行上更加的注意，时时刻刻的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来增添衣物，对于自己的爱车也是更加的爱护。在低温下，汽车本就很难启动，如果说汽车被冻住之后就更加麻烦了。我们经常说汽车车窗结冰，一定不要冲动去浇热水，这样会导致车窗炸裂。这位老外却偏偏不信，认为如此厚实牢固的玻璃怎么会裂开呢？不作就不会死。于是这位老外就做了这个试验，结果肠子都悔青了。一般来说，汽车玻璃结冰是因为车内与车外的温差太大造成了。冬天开车，很多车主都会打开暖风，直到停车之后才关掉，这时候汽车属于停滞状态，车内的温度一时半会儿降不下去，而冬天室外的温度太低，就会造成汽车车窗上结冰了。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赶紧浇热水，而国外的这个小伙子也是一样，他的汽车上直接是一层厚厚的雪。小伙子扫开雪之后，发现车窗玻璃上有一层冰，于是就专门的烧了一锅热水来解冻。结果把热水浇在了结冰的车窗上之后，小伙子就开始后悔了，因为结冰的玻璃快速的就裂开了几个非常大口子，虽然没有直接炸裂，但裂成这样了也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，必须要去重新换一块前挡风玻璃了。那些不幸的小伙伴们，有了这样的外国小伙子给大家做试验，现在你们知道给结冰玻璃浇热水的后果了吧？如果你还担心你的车窗玻璃会冻住，下次停车的时候前几分钟就可以先关掉暖气了，或者停车之后把车窗打开几分钟，让里面的暖气流通一下就好了。